判决，不允许啊！我告诉你，家里出事了，快点回来，限你5分钟出现在我视线范围之内，否则连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有。计时开始。我跟你说，看来破刘翔的记录不是太多的难事儿，关键是找同样的媳妇儿。媳妇儿回来了。我让你几分钟到达呀？5分钟。现在呢？你慢，超了5秒。1、2、3，起来。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？咋了？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？你当着这么多人面给我跪下，让人家看看是你彪啊还是我彪啊？媳妇儿，还是你心疼我。我心疼你。我是心疼裤子。媳妇儿，叫我回来有事啊？出大事了啊！咱家油瓶子又倒了，比这事儿大。那咱家还能有什么大事啊？你自己回头看看。白菜，再看两垛子白菜。不是，我是不是又得给你配眼镜了？咋的了？仔细看，仔细看，有什么变化？仔细看。我出门的时候我数来着呢。再数数。妈，又少了俩白菜呀。又少了俩白菜。你跟我说实话啊，不许撒谎啊。我不撒谎。你是不是拿这两颗大白菜出去追小姑娘了？我媳妇儿，这里要两颗大白菜能追上小姑娘，那小姑娘我还追她干啥呀？那你的意思得送你车呀？啊，那车她能留下。不说了不说了，你现在昨天丢两颗，今天又丢两颗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、给物业打电话，打电话给他们。啊，对。来，物业呀、啊，你好。我业主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交完了物业费，啥事都不管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我们家大白菜丢了，我跟你说啊，限你5分钟之内马上出现我的面前，否则你连那和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了。我媳妇要生气啊，我媳妇要生气了，我跟你说，挨收拾的不仅是我，物业费明年一分都没有了。计时开始。媳妇儿，有样没？还行。老公，其实我跟你说吧，就是你打了也是白打，你知道吧？你昨天那个案还没破呢，是吧？你得靠自己，老公。老公，咱俩找找啊，找找。你跟我找找，找找啊。你看什么呢？看你啊。看我干什么？让你看白菜，白菜，你看看，是白菜，这不是土豆。一，二，哎，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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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媳妇儿，找到了，看着没？他们家的白菜比咱家多，看出来了吧？啊，我早看出来了，我就是没说。啊，哎，你说他家那老头老太太啊，天天说啊，吃白菜，吃白菜啊，炖白菜，熬白菜，煮白菜，拌白菜，白菜心，白菜片，白菜皮儿啊，辣白菜，对，天天吃白菜，白菜不见少，还多了，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就是。你说咱怎么看见这么个邻居啊？找他去。别，我给你明白了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事儿不用你费心，我解决，搞定他点事儿啊。哎呀，刚接到报案就破案了，哈哈，我抓你个现行，人赃俱获。不是那个啊，贿赂报案，不，转移赃物，销毁证据。黑毛，我是白毛。哎，耗子已经落网，你干什么？你要袭警啊？黑毛，我是白毛。看样子我马上要挨揍，请求支援。这什么猫啊？你整个瞎猫！你戴个眼镜，你说谁呢？我说他呢。哦，说谁呢？谁瞎猫啊？兄弟，怎么你也是贵族啊？结婚5载，下跪5年，这个口令太熟悉了。兄弟，大哥，你俩拜把子呢？啊？不对呀、啊，大哥，我是来抓你的，我怎么给你跪下了？不是，对呀、啊，我抓小偷的，我怎么给小偷跪下了？起来，你这个小偷太狡猾。
居然敢勾引我下跪。不是，好，上回也不是，不是，王兄弟，你别着急，你知道吧？刚才是你大哥呢，他、谁是我大哥？你刚才不管他叫大哥吗？我管你刚才你大哥给你打的电话报的案，他不是小偷，对，是我报的案。哎，贼喊捉贼，你玩的很高明啊，你啊。兄弟，是这么回事啊？你说，我媳妇说呀，我们家丢了两颗大白菜。啊、我回来一查，发现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多了两颗大白菜。是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偷了我们家的两颗大白菜。我们家的两颗大白菜丢了以后，就成了南边邻居家的两颗大白菜。这么点事说的这么啰嗦啊？我跟你简单点说。哎，你说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好。南边邻居家的白菜多啊，是因为南边邻居家拿了我们家北边邻居家的白菜上的白菜垛啊，又把白菜垛上的白菜藏到他们家的白菜垛上。他们家的白菜多是因为偷了我们家北边邻居的白菜垛里的白菜，成了他们家的白菜垛。他们家的白菜垛就你比他还啰嗦。这么简单个事儿，一句话不说明白了吧？啊，不就是你们发现南边邻居的白菜多的白菜多，就怀疑是南边邻居偷了你们北边的这个白菜，放了他们家的白菜多。对对对，现在就偷你们的白菜，没放回自己的白菜多，被我当场来抓获，来抓获。听见掌声了吗？听见了。啊，就你这个口条不说相声，怎么着？白瞎了。瞎了啊，怎么着？走，上副线。不是你别着急，我这不是偷啊！你不是偷，你是拿？我是不是拿？我不是拿。那你是？我什么？我送。哎，那什么？我送。你白送。我白送。不是，我送那个。你凭什么白送？我，对，我捐。捐？对，我捐的。你怎么就捐呢？他是有个名人啊，那个比尔盖茨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他也捐啊，他是裸捐，裸捐，是我今天我穿着衣服捐，穿着衣服，我穿着衣服捐，看你这个样子不像啊，我刚要捐，你嗷一嗓子把我打断了，还怪我了，对，是啊，那你啊再捐给我看看，这不相信是吧？我再捐两个。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啊！什么叫有点？不相信我是不是？杨姐，你看我，我跟你说一个，不能再捐了，这不能！哎呀，提前祝你元宵节快乐！喂，这个捐是好事啊！啊，你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呢？我这个人他有爱心，我不愿意炒作。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你慢慢卷啊！误会我，好好好，我走了啊！哎、慢慢卷啊！再见啊！我走了，慢慢卷。哎，你嘚瑟什么？嘚瑟什么？嘚瑟什么呀你、啊？你要不把他支走，他就把我给抓走。你这不摆平了吗？你刚才是不是往回跑？跑太快，脑子跑缺氧了？没有啊，不是。咱家丢了两颗大白菜，你又捐了四颗，里里外外六颗白菜，还跟人说新年快乐，还提前祝人家元宵节快乐，你怎么不提前祝他圣诞节快乐呀？哦，对了，还有圣诞，回来，什么圣诞节快乐？我怎么？同志们，当初跟他搞对象的时候，我妈就拉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姑娘啊，你长点心眼吧，这小子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种暗器。”啥呀？镖啊！我说妈呀，其实他挺可爱的，他不是暗器，他是兵器。啥兵器？剑。你说你贱不贱？你看这四颗白菜，你说你贱不贱？这多大的事？我操，怎么我拿回来？我跟你说啊，不就四颗白菜吗？你把我数得成这样啊，这就是四颗白菜，这司机就你是不是把我一块吃了你？这多大的事？我给拿回来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必须给我放好了，你要是给我丢。哎呀，你这是捐呢、啊、还是往家卷呢、啊、不是那个啊，对呀，那个编好了再说。媳妇儿，谁是你媳妇儿？你别说她不是你媳妇儿。怎么不是我媳妇儿？昨晚睡觉她把我踹地下了呢。好啊，那个她不仅小偷偷白菜，还耍流氓呢，你把她抓派出所去。对，又多条罪名，走派出所。你听我说，哎，走吧，你到我家楼上。你什么？我家楼上有结婚证。哎呀，你到我家4楼2号，你到我家看看，快。几楼几号？
42号，真的42号。我知道小偷是谁了啊，确实不是你偷的白菜。不，肯定，那是谁偷的呀？哎呀，别管是谁偷的吧，你说我抓住他以后吧，我怎么处理吧？抓住那他，把他拘了，把他判了。不够法定年龄，判不了啊。这好吧，他不够法定年龄，找他父母啊，把他爸抓了，把他妈判了。哎，你这个良心倒是很符合法律啊。嗯，这么着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啊。你跟我走。他跟你走干嘛呀？我跟你为什么？刘小茂是你什么人？我儿子。我是他妈呀。你是他妈？这么是。我是刘小毛他妈。刚才你说你不是他媳妇儿，现在你又给他生了个孩子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他媳妇儿。你说是就是，你说不是就不是。不是你看啊，我昨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我踹了他一脚，腰上还有牙印呢。来，你看一下。来，好，让我看看，我看看看一下，看什么看呢？我看看一下，看看，要不然他不相信。看什么不行？别，看一下，看什么看？要不然他不相信。看一下。行了，我给你们开了个玩笑，我知道你们是两口子。前两天我巡逻的时候啊，确实看见你们家的儿子啊，把你们家的白菜搬到了对门家的白菜垛上。他彪啊他！他说他看见这个爷爷奶奶啊，每天在院子里边捡这个树叶子吃，所以啊就送他们大白菜。哎呦，这可够可怜的。是啊，人家老爷子老太太又高血压高血脂，人家捡的是那个银杏树叶泡茶喝，降血压降血脂。啊，这么回事，这一场误会。哎，你别说，你们家这个孩子，这个心眼可真好啊。你说，咱们邻居之间像孩子一样多一点关心关爱，那咱们这个小区多和睦啊，咱们这个社会多和谐呀。我这个保安那当得多安心呐。行了，事情搞清楚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帮着，没空来哈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儿子太感人了。哎呀，我儿子太可爱了，随我。